昨晚，新一代国际流行天后 JCJ 于上海奔驰文化中心开唱，拉开其中国巡演的首站大幕。作为上海站唯一受邀表演嘉宾的吴某筹同 JC 在演出前便相见，互赠礼物。某某不仅献上中国印，也将自己刚刚发布的新专辑送给 JC 作为礼物，得到他的褒奖。在好声音出道就因为翻唱 JCJ 的 Price Tag 而走红的吴某筹，此次以中国学生的身份同自己的英国老师同台切磋，不仅备受 JC 的肯定，还邀请他有机会到英国去一起制作新歌，这样一个意外惊喜也让某某无比兴奋。演唱会当晚现场， JCJ 一身火辣性感的粉丝 X 型造型连体服，延续了其作为英国另类流行小天后的风格，而吴莫愁也渐变色珠片短裙上身，造型性感又不失端庄。两人合唱的安可曲目 Price Tag 同时融合了两人的风格各在其中，配合默契的动感舞蹈又不失俏皮，成为当晚最嗨的歌曲，嗨翻现场。此曲一出不仅引发现场粉丝尖叫连连，对于 JC 和吴莫愁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，被两人戏称是连接我们音乐和友谊的纽带。吴莫愁作为 JCJ 的中国巡演上海站唯一力邀嘉宾，不仅演唱会上与其合唱安可曲目，并同时作为演唱会嘉宾和 JCJ 一起谢幕，这也是中国歌手第一次接受当红国际一流歌手的至高礼遇，也是来自 JCJ 对吴莫愁最高的尊重还有褒奖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